到了啊，找到那个车了啊，就在这儿。现在这几个小家伙都在车里面，应该还有十多人。现场那个老头啊，联系咱们了，然后那个一个六个法斗啊，本来说是十个，都咱们都救回来，但是他现在就给咱们那个救了六个，咱们现在赶紧去找了。到了啊，找到他们了。啊，你们要出来呀？啊，哎呀，呀，小可怜，你这什么玩意啊？你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你是啥呀？哎呀，天哪！我滴了滴了，别滴了跑了啊！跑俩这玩意。我扯他妈有劲了，全是滴了滴。哎呀，我这牙掉了，老赔了这逼玩意儿。哎呀，别掉了掉了。啊。哎，兄弟，到时候掉了掉了。我知道这个东西，他。你到时候掉了掉了，咱这还这一个说。啊。那个肉都跟鸡肉啊，一块一块的，跟那个人一样。这个狗沉。这个是那个英牛。嗯。那里面那个三个小不大点儿的，像兔子。啊，你知道了兔呢？兔子倒是给我吧，我在家养着呢。哼，能撒开吗？这兔子？啊，兔子得喂草啊。别买的。啊，行。买怎么练弄的劲儿？给点50块钱个，这哥买。啊，到领你回家啊！我领你们回家，啊，领你回家。这不要人这不，不是宠物。小嘴巴子。哎，兄弟，它有3-4个，也跟这牛差不多。你就说吧，一个多少钱呗？啊。嗯嗯嗯嗯。就拿一个，你说拿一个，这个行不行？你我给你3000，3000行不行？我也给人找你3000，所以不混。我上次，咱上次买的小狗比它大一点吧？它不是那狗，老弟，你冷过3200找你。3200。我就寻思这，你这3000凑个整吧，以后你再有你再给我。3000还不挣钱啊？俩100块钱都挣。呀呀呀！3000吧。老弟，我给你撒那个黄渣，那几个看行吗？3800，1400，2400一个200。啊。这小狗定一个200。是不是兄弟，咱搁那爬山有啊，到时候你走这里，咱都是不用眼，这不是说老弟，咱搁那说实在的。我看咱哥们挺实在啊，我打电话你。把兔子送给我了呗，这俩兔子，3200送给兔子呗。这都花了100块钱。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，3200我就给你。行，把俩兔子送给我。啊。下回办事好办。对对对，行，谢谢大哥。啊，哎，这又你送我一个车，兔子给我了。差两面，那你们那啥？我说这意思你听懂了不？听懂了。你去了，还那么人家一看你这，他怎么再去找架？这意思是不是？你要是不去的话，到那个兄弟上个游戏班来回跑，你说咋整？他不能说别人，让我100块钱没玩了，一分，明白这个意思？我是兄弟，我说的，你到你纸质要，我就是给你拿过来，你看看是你的。说我要了，我肯定要了。行，你不行，兄弟，你不行，要是不要我，你不行，你多点个分吧，20-30的钱就行我。你到你看着要了，我都不管他，干啥？我起码我挣的多挣点也行，不挣也好，你这样要了个分儿，是不是？那哥们说是的，你不行多点我300块钱。这不哥们儿，你抱着纸质要了，这怕啥？行，是不是？去吧，我要了。去吧，要整过来，整过来，我整过来有几天了，我拿单出来，我指定要了，去吧，行，你先去吧，我把狗现在搬家里，咱把狗上车，上车里，行吗？啊，行，把狗装车。
他那边啊有那个什么，还有一个五条那个法豆啊。嗯。如果咱们那个不救回来，也麻烦了。现在咱们直接那给他拉回来。行，姐你看看呗。拿着，来两趟跑都没用，来了一波兄弟，他不能。是不是我俩的？你一到他一。挺好玩哈、啊，就他俩兔子跟狗作伴吧，一起长大、啊。他们可能就是一起长大的，让那俩人给收回来了。他就是个收狗的，你知道吧？没办法，他跟我说过这事，提过一嘴。他说有十个英牛，这哪是英牛啊？法牛。他跟我说他有十个法牛。我听错了，这是英牛吗？这不。大家伙，来新伙伴了，都瞅啊！刚收下的纸壳，消完毒了，不用铺。让他出来吗？